我是柴林，另外有一些同学，他们被这个政府、被这支军队还报有希望，他们以为顶多是军队把大家强行的架走，他们太疲劳了，还在将领酣睡的使用坦克，把他们碾成了肉饼。天安门广场那天晚上死的人。 至少数以千计，可以这么说。整个这次血腥镇压之中，北京，我想用数以万计来说，也丝毫不过分。我想我这是比较保守的估计。